很优质，这是喝了多少假酒，加入玉米淀粉。哇塞，我搅拌出来一锅的奶疙瘩，这样是成功的吗？把做好的奶疙瘩，哇，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好像厚面一样。揪一坨小面团，给它团成一个小圆形，这样就好了。再来一个。还挺好玩的，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冻，等会挂一层脆皮，给奶球挂一层脆皮，溢出来了。尝一下，里面好硬，我也吃一个，我拿个水，我拿个水。好像酸奶疙瘩，只吃带毛的食物，毛巾卷。先把毛巾卷打入冷冻，给它挂上一层脆皮。
抠。切，切，再切，居然黑化了。发奶油，自制水果冰淇淋，欢迎收看。哇，火龙果就做好了，再来一个西瓜的，全是满满的奶油。等等，西瓜也做好了，最后再整一个菠萝的。哇，这五颜六色的也太好看了吧！请你们吃，你们想吃哪一个呢？给它放冰箱冷冻，看它冻得怎么样。变成冰淇淋了，嗯。